这个才是原生态的，这没有泡过的毛肚，三斤多油，还加一斤底料。今天来东西湖吃一个小而美的火锅店吧，他们家只有8张桌子，要吃的话还要提前预定。他们家这个底料可真粗呀，扒肥肠，扒凤爪，先煮起来，现切吊龙。我在五环市还没有吃过这种颜色的毛肚，它比较柔，有韧劲儿，原生态的，这没有泡过的毛肚。它虽然不是那么脆啊，但它比较韧劲儿，比较有肉感。胸口油，这个更是好东西。小酥肉，它这个是自制现炸的，非常香。这个白白的肥油，你们谁敢吃？你体验的那种又香又脆的感觉吗？看看这一碗扒肥肠、扒凤爪，肥肠煮火锅太香了。大块的嫩牛肉，蘸干料是真香，牛肉是又嫩的又口弹。老板是个年轻老板，食材这一块管控的比较好，喜欢重油又没有那么辣，回味又够长。